面哦，要用来画刚刚的图啊，也非常简单。你就直接怎么样的，用锥形面，锥形面点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选这个面，选到之后的话呢，按空白键。然后呢，基准点要给它，基准点在哪里呢？我们基准点的话，选这边另外一点的话，选上面这个，哦，它会有一个基准点，那就不是轴了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基准点哦。 然后呢，你这个是一个基准点，对不对？那向内就是正，向外就是负，哦，不是轴哦，是一个啊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比如说15向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15 Enter，OK， 有没有看到？它就这样倒下去的，它是这样倒下去的。啊，刚刚是轴嘛，轴的概念，现在是锥形。所以啊，如果说我要把其他的部分呢，也一样往里面的话，那你也啊锥形再一次，选这个面。 空白键，然后一样哦，啊，这个时候就不要选这边啊，选这边到这边，对吧？选这边到这边，然后呢，给15 Enter， 就往里面了。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，再把它转到那个另外一方啊，另外一边这边就可以了。然后看干脆调到西北好了，东南跟西北，那这样两面都可以看到。那两面的话一样哦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个锥形，选这个面空白。 然后呢，这边的话选这边到这边，对不对？等于一个，然后向内的话15 Enter， 好。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面，对不对？这个面也是什么呢？锥形。然后呢，你也想说选这个面，对不对？选到了空白键，那一定还要一条什么立着的线哦，特别重要。你特别很容易出错的选这边再选这边，对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呢，它就再导进去，那就有点怪了。所以呢，特别重要。 请你拉一个正方向就好了，反正就是一个正方向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它旁边呢，然后一个正方向，再往里面就对了哈。所以你正方向只要是有虚线，点一下，然后角度一样15 ，Enter，OK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再把这个面给删除，删除面点一下空白键，哎，这个面就不见了。好，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了哈。尤其最后一个动作比较容易出错，就是。 那个你不要哦，就是选选的，哎，一直往上选，那选的就是倒过去就错了哦。OK， 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哦，利用刚刚的方式哦，然后呢再练习一下哦。OK，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。啊，这个都是面的部分哦，面的部分。